盘点韩星双胞脸，金秀贤嫩脸撞童星。多希望变成你，我是你。哎，赵全是有这么哈吹之友哦，居然跟欧尼的看板合照。한면표정있어요。그제가그평소에최지우씨를닮았다는소리를아原来是他自认跟崔智友有姐弟恋，还说会模仿智友欧尼。人家欧尼表情哪有这么衰啊？是说南韩演艺圈还真的有一头拉苦，女星撞脸男星，男星撞脸女星，撞到爸妈都被怀疑偷生。除了众所皆知的 GD 跟 Girls Day 的明亚，哎，还有哪些双胞胎呢？안녕하세요 SM의 시문입니다让我们将超夯团 XO 的宿命加上长发，哦莫，这不是 Wonder Girls 的朝夕吗？也有网友将宿命换个造型，哎，这谁是谁啦？答案揭晓，左边是宿命，右边是朝夕啦。啊，对了 ，Big Bang 大生跟 2NE1 敏智原本也是有名的兄妹脸，但敏智疑似去进厂维修，此情此景只待陈追忆。除了男女星混撞，还有些人撞的脸哎比较特殊啦，像是都教授金秀贤啊，居然跟小朋友撞脸。喂，不是叫你用脸去撞摄影机啦。爸爸去哪儿的童星俊秀，哎，神韵是不是跟都教授有点神似啊？简直都可以去演都教授童年啦。而能力者金钟国跟首尔大公园的雕像，简直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说到最绝的就是东方神起昌敏，因为他撞脸撞到印度去了。苹果娱乐 Live 报道。